不算呢，我这台跑车呢，哎哟，来叫伊前就前，叫伊后就后，哦哦哦、欸試試好好哎哎哎、哦，哎，这吼唔在咱外远，咱个试看卖好不？来来来来，来我即摆行来桥顶，行，哎哟，哎哟，哎哟，各会使哦，哎哟，好厉害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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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真厉害，真厉害这叫做啥物呢？这个遥控，哦，这呢远，还可以当个控制。 安尼厉害吼！啊，今日要来讲啥？咱的祈祷嘛是安尼。你讲我人这样远，我离起离这样远啊，我即马叫伊后壁伊嘛是写会叮动啊。哦，啊咱的祈祷呢嘛是共款看一个道理啦。所以咱讲随时拢会当祈祷，哦，无一定讲人伫现场才祈祷，人离这样远嘛会当祈祷呢。有一个人其实伫过去咱即个中国个即个福音吼，真出名，叫做戴德生。我毋知影大家捌听过即个名无？吼。 今日无要讲伊个故事，是要讲伊妈妈个故事。即、这个戴德生落尾吼，对规个中国诶福音诶工作有极大诶影响。伊诶子孙甲姊妹拢抑各对华人有影响。你比如讲，我老三来讲，我读诶新学院，著、就是迄个时阵吼，戴德生伊诶后代因所设立、因所开始诶时阵，甲一丁宣教书因做伙来成立诶一个新学院，甲即妹伊诶后代。 也阁继续伫台湾，而且阁带咱台湾宝，吼，所以戴德生这是绝对伫华人诶，福音历史上绝对是一个上要有影响力诶人之一。但是即个人较早吼，也未信主诶阵吼，迄阵伊阿少年囡仔时阵吼，因妈妈定定伊祈祷。因妈妈伊祈祷有一日呢，有一个故事，有一日呢，因妈妈出外去。 离厝吼两百公里 j o n 啦，遮遥远的所在。但是迄阵因老母吼，逐天中昼拢为即个囡仔祈祷，逐天中昼哦，所以时间到啊，即、这个老母就出来来祈祷啊，哦，来祈祷祈祷祈祷，公主啊，我即个囝吼、哦、要无认捌你，哎哟，这实在是足要紧的代志呢。 我即个囝仔无认识发等但一生到底要去到位啊？伊都毋知影家己要做啥物代志伊嘅人生无目标嘛？逐工醉生妄死安尼念嘛？我祝望上帝咧开伊嘅心，互我即个囝仔真正来认识力，互我即个囝仔吼真正将来奉献福利，无论伊做啥拢要紧，伊做啥物代志吼，迄是上帝因带伊去做，爱过一个有意义嘅人生。啊，人生最要紧。 爱来认不上帝，其实即个戴德生的妈妈咧，逐工中道吼，拢为即个囡仔祈祷，啊，足坚持诶啦，逐工中道一定祈祷，一定祈祷。所以迄日吼，伊也是要甲一,一个房间，继续过来为伊囝祈祷。伊讲伊心内一个决心讲上帝啊，我已经祈祷真久啊，拜托，今仔日是毋是会当拜托，今仔日你互我一个回应啦。哦，我咧祈祷诶时阵哦，我已经祈祷真久啊吼，今仔日吼，后上帝，我求你。 原来伊一定爱在我囡仔生命中，你一定爱做工。互戴德生伊会真正捌你啦，因为吼、哦、一个人要捌上帝吼，迄老师教袂出来，迄父母也无法度通通讲用父母诶影响力，因为迄是伊甲伊甲神之间诶代志啊。所以，老母只有祈祷、祈祷、祈祷。迄人伫两百公里以外，啊，利用中到时啊，伫遐咧祈祷讲神啊，神啊，我惊一生最要紧都是真捌你啦。 叫上帝，你来甲伊开咯。在遐咧祈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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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阵真奇妙。落尾伊刚倒下来后，戴德生伊妈妈讲：“妈妈，你敢知影？今仔日中昼吼，一件足奇妙代志发生啊！哦，因为呢，我拄仔好无聊，啊无聊呢，坐咧册房吼，凊彩摕一本册来看，啊，怎摕一本信仰个册？我看看了了，我就感觉讲，哇，原来我是需要上帝。” 我咧人活伫世间，是真真正正，你嘅性命，你嘅心爱甲上帝爱真正有牵着，你嘅心爱捌上帝 e r 无你嘅心无方向。迄、那个时阵吼，上帝灵感动我，你知无？上帝灵感动我，所以我咧看一本册，看看咧了，我心受着感动。我怎虽跪咧遐，虽跪落，跪咧啊？甲上帝认罪悔改。 我马上讲，求神带伫我诶心中，我要互伊来使用。你看，遮奇妙啊！遮奇妙，离遮尼远诶距离呢，竟然老母咧祈祷诶时，上帝做工，就在即个老母伫遐咧祈祷刚一个时间咯、哦，当你咧祈祷诶时阵咯，哦，上帝伫另外一个所在，已经咧开始咧感动即个人啊。所以后来戴德生得德信息真多。 华人咧中间真有影响力个一个人，啊，佮另外一个人较古早，这个故事要佮较精彩，叫做奥古斯丁。即、哦、这个、人你毋捌伊对无？不要紧，但是你应该听过伊个名，因为我毋是要讲伊个故事，共款要讲伊老母个故事。伊老母生诶一个足虔诚个一个家庭，但是信用这类物件无法度通和强迫咱个囡仔甲咱共款啊。 我想讲即个角色，咱即马观众朋友拢有同感啦。因为你要叫你个囡仔吼，爱去教会吼，你叫袂起咧。因为信用即种物件，毋是讲你想要安怎就要安怎。我当你硬甲逼吼，你若叫伊去，伊都若无爱去啊。哦，即是系足头疼下代志啊。所以吼、哦，这囡仔吼，一个奥古斯丁个妈妈，收着家己个囡仔，迄真正是真浪东。安怎浪东？奥古斯丁？ 十六岁了，青少年咯，已经甲查某囡仔吼住做伙。诶迄、欸、种年代毋是即嘛呢？迄种年代较保守诶年代咧。所以即个人真正是叫做歹囝，歹姻仔。即、這个人真正行一条一般诶人无法度接受诶一条路，已经生囝啦。哦，即老母足伤心诶哦，阮囝是甲人乱来生囝呢。啊，以前伊家是奥、哦、古斯丁落尾，家己一毛钱钱。 又写一本册，叫做《忏悔录》。哦，以前讲伊过去真正是太恶尽，伊也家己有声音讲我过去真正是一个浪子啦，过着乱七八糟嘅生活，干阿享受尔啦，人生哦，毋知要创啥啦，啊，伊著是安尼。所以即晚啊，即、这个老母足艰苦心啦，老母家己是一个虔诚嘅一个信徒，但是受到因囝拢无去教会，也无咧读圣经。 也未去想即个上帝代志，毋知咧创啥啦，规工默默受啊。即、这个、老母艰苦啊吼，一直咧祈祷、祈祷、祈祷。阿妈家诶牧师讲，哎哟，啊，我即惊吼，毋知要安怎啦。好家在阵牧师甲伊鼓励讲你放心啊，一个浪子只要有一个坚持祈祷诶老母，即、這个浪子早晚有一天，伊也是会回头。结果你敢知影？伊祈祷偌久。 因为即个惊，记到十几年，因为咱咧讲，十六岁就已经乌白来啦嘛吼，伊个三十二岁，阿、啊、古斯汀，三十二岁，伊则清楚知影讲，伊诶人生要行到倒位去。三十二岁，伊则真正人罪悔改，无阁行即个无好诶咯，行一条正路。三十二岁，伊则真真正正来对上帝。 伊个心才归上帝，然后生活行为才开始改变。罗伯阿古斯丁变做一个新学家，你知无？阿古斯丁一个历史上真有影响力个一个人。伊个忏悔录，阿古阿古斯丁伊写一个册，罗伯翻译做足侪种语言，冇翻译做中文啊？即马侬要阁买会到啊？汝买伊个册来看，看伊家己过去家己承认我以前安怎弄荡，安怎乱来。 啊！上帝安怎改变我？所以伊心主无啊，久了伊妈妈就过身啊。因为孤在人吼，较无像即马活活遮久。伊妈妈五十几岁就过身啊。所以，落尾奥古斯丁写到伊妈妈的时阵，有讲伊家去写写讲妈妈，我真正足感谢你，因为你给我一个肉体生命。不但安尼，你还佮用你的祈祷，用你坚持的祈祷祈祷十几年。 互我来底顶头先，互我有一个属灵嘅生命，毋是干那肉体嘅生命，抑佫一个看袂到嘅生命啦，心灵嘅生命啦，是因为嘛是因为我嘅老母伫遐祈祷，所以我嘅老母互我两条命啦，一条命是肉体上嘅命，一条命是看袂到心灵上嘅命，我足感谢我老母。伊嘅老母嘛是老尾等伊信主嘅时，老母伫要死嘅时阵，伊讲。 我这世人哦，上想该快乐，著、就是上帝听我祈祷，互我这个囝会当浪子回头，无搁再行即个灭亡的道路。咱毋是生一个囝来落地脚的呢？咱不是生一个囝在世间乱来的呢？咱生一个囝是要争做世间嘅光呢？咱生一个囝是要来服务社会，互这个社会互这个世界更加美好啊！所以因老母要死嘅时阵讲，我足安慰。 我看到我即个囝已经对歹路、家庭啊、正路足安慰。我想因老母去天顶也够较安慰，因为因老母伫天顶将来看到讲，原来伊即个囝较早是十六岁就甲人乌爸母共生囝的吼，竟然后来真做神学家，会当帮助遮么济人。我想因老母真正伫天顶，若真正伫上帝内面看到即个囝将来是安尼，即、這个老母。 最大诶快乐，最大诶安慰，就是遮、這個。啊，当然，即卖来讲，因无仔囝已经拢伫上帝下，已经团圆啊。但是，我讲即个故事，就是咧讲祈祷真要紧，吼、哦，真要紧。所以随时你拢有当祈祷。今仔日今经文就是甲咱讲七点，吼、哦，保罗讲你诶随时啦，不管啥物时阵，不管啥物状况哦，你拢有当祈祷。毋免著一定啊去教堂，毋免。你塞车时你会当祈祷。 主帮助你，会当祈祷，想着，你就祈祷，你的心爱，倚靠在上帝的面头前，你的心也靠上帝的时阵吼，做什代志祈祷中，上帝自然给你应传，上帝都自然都给你解决了。所以你看，咱人敢若像什么？敢那一个遥控器啊？无论你行远，无论行到倒位啊，你祈祷了，上帝拢听得到呢。哦，你像我行行这么远，刚刚果听得到，听得到。哦，当然啦。 咱啊,啊，世间即个遥控器吼，你若讲我即马行行行，啊我真正吼行出去到外口啊吼，我惊变数吼，迄个无好去啊吼。但是记到毋是，你是天边海角任何所在拢会当来。好嘞，咱下半段再继续讲。 我今天来聊三分之八，来，今日甲大家做一个谈讲祈祷吼，不管是无论远远，拢会当祈祷。而且祈祷的时阵吼，上帝时间也够吼，足奇妙的代志吼，会足自然发生。在美国有一个牧师，伊是伫美国正出名的一个牧师，虽然伊是牧师，也袂当保证因早起会做一个好好嘅基督徒，但是这个故事让人较感高兴，就是讲。 即个查某囝吼，自细汉拢足乖，汝知影哦。阿妈拢伫教伊大汉啊，但是落尾吼，十几岁诶时阵吼，交着吼，歹朋友，交一个男朋友，向向全变一个人，规个拢变去，变家拢毋捌去啊，爸母足伤心诶。迄段时间，木梳牛阁身体歹，阁大医院。这查某囝仔拢无感觉，这查某囝完全无感觉，心规个拢硬去啊。 以前毋是安尼啦，所以爸母是艰苦加未讲尽，常常拢为即个查某囝流目屎伫遐咧祈祷。吼，妈妈甲伊谈过，妈妈甲骂过，妈妈甲歹过，啊，妈妈甲拜托过。反正吼，软诶人硬啦吼，拢来啦吼，拢无较做。因为即个查某囝呢，落尾吼是咧个离家出走，啊，去对吼，也甲因讲，因为揣查某囝也拢揣无啦，足艰苦，足艰苦。即落日子呢。 过两三年，你知无？哦，那是无才调通，受的艰苦啦。即对牧师因教会是真大间哦，人数也真多，但是因遭见代志，因也毋知要安怎讲啊啊，足见笑的。只有阿某两人定定咧祈祷。民国六十年发生一件代志，有一工咧因教会咧祈祷会是礼拜二的暗时祈祷会。规教会伫遐咧祈祷、祈祷、祈祷，算呢？ 忽然间呢，怎有一张字条送去给牧师？就是因祈祷的中间呢，有一个姊妹，有一个感动。伊甲牧师讲，牧师，即嘛吼，你叫全部播会友逐个做伙为您走建祈祷。我有即个感动，上帝今日日要来做工。哦，即、這个牧师看到即个字条流目屎，伊怎摕麦古，怎甲伊所有会奖？ 伊就讲吼，我真少讲我查某囝诶代志吼，但是加减恁中间可能有人知影，因为诶查某囝吼，毋知啥物原因吼，离开教会吼，啊，甲即卖吼，抑佫过即落真乱诶日子，对，当做毋对，毋对，当做对，无论我安怎讲，伊拢毋听啦，我实在是足艰苦，足艰苦，啊，伫我最痛苦诶时阵，吼，即个牧师娘。 上帝有会解感动，所以牧师呢有写一首歌，伊讲吼，上帝吼，有听咱的祈祷，上帝呢绝对无放手啦。虽然有人是建议讲啊，算啦，恁查某囝好啊，你莫阁想啊啦，你放较开咧。伊讲我做老爸，我要怎放较开咧？迄款查某囝呢，我袂当放弃啊，所以我一直祈祷。吼、哦，上帝也有应允，吼、哦，所以我都掠牢上帝的应允，都一直祈祷，一直祈祷，今仔日。 我毋问所有会长拜托逐家今仔日做伙来祈祷。然后我等下请副牧，喏，特别为我查某囝来祈祷，求上帝带伊毋知当时要倒倒来，我毋知。其实吼，做老爸吼，心早都拢软去啊啦，吼有咩灰心去啊？吼，所以迄面吼所有会长逐个做伙开声，逐个伫来祈祷，一直一直祈祷，直祈祷，祈祷，你敢毋知发生啥物代志？两工了后。 拜死，因查某囝家己走倒来，不但倒来哦，佫跪在老爸面头前，跪咧讲爸爸，是咧我毋对啊，我做毋对啊，吼，伊拉一度问伊爸爸讲，爸爸，拜日暗，你是请啥物人为我祈祷？吼、哦，爸爸讲，发生啥物代志？伊讲，拜日暗，我咧可能说咯，上帝甲我叫醒。 我咧看到上帝叫先，叫上帝吼、哦，互我看到一百刀个，看到我一步一步打入去灭亡，看到我一步一步打入去地狱。我我迄阵我伫安尼，上帝咧，互我看到一百刀，我足惊的啦，足恐怖的啦。然后迄个时阵，上帝会甲我讲一句话，讲汝放心，我永远是足疼汝的，我要拯救汝，吼，我无离开汝，我要救汝。 所以，上帝甲我抱起来，哦，对迄条路顶甲我抱起来，我毋免怎行入去迄个足恐怖诶所在地域啦。伊讲，我听起来，我讲，哦，关键爱回头啊、哦！所以伊来教伊诶老爸面头前怎改呢？讲安尼，我毋对。自迄阵开始，即、這个囡仔真正转回头去啊！所以后来不但改变，也后背去读新学，吼、哦、啊！伊诶音乐是真好，所以呢，后背呢，伊就。 正做一个团导者，哦，去团福音做上帝的工。所以咱用这故事，想要来达俾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吼，毋通灰心。得人做未到嘅代志，上帝拢做会到。有时阵你为你的先生，为你的囡仔，你已经拢足灰心啊，吼，你毋通灰心。都、就是祈祷，继续祈祷，祈祷中上帝做伊嘅功课。上帝有伊嘅时间，上帝有伊嘅做法。 咱毋免惊，咱著是来祈祷，咱著是来祈祷，祈祷让上帝来做工。所以咱毋好讲所有嘅朋友，吼，真正真正，咱系毋通轻看祈祷、啊。啊，你讲祈祷也无啥，我无做咩嘢代志吼，咁啊，找一个所在安安静静，啊用咱嘅心甲上帝讲话，尔、啊。安尼咁有效，安尼上有效。吼、哦。祈祷是世间最简单，但是确实最有效嘅。像拄啊，我嚟开呢台车。 其实我无创啥，我甲饲头前伊著头前，饲后壁伊著后壁，吼、哦，足简单诶。但是上帝伊会听咱诶祈祷，所以无论你伫倒位，无论你为啥物代志祈祷，最要紧你要相信祈祷诶力量，你要相信上帝有听。即个问题就讲，上帝兼一定照你诶意思，无一定，吼、哦。有当啊，时间那未到，你还继续坚持。有当下时间咧，看,看你祈祷啥物代志啊。 你若要祈祷一个人认罪悔改认爸上帝，上帝一定听的嘛，因为是好代志，因为上帝的心是要万人拢得救。啊你你，你啊，你祈祷讲啊，上帝啊，互阮阿公哦，今毋通搁外面有查某人啊，教迄个小三哦，紧找找哩，哦，啊，是讲查甫咧祈祷讲，上帝啊，阮某教迄个小王哦，紧找找哩，哦，紧倒顿来啊，紧倒顿来，好顿来安尼。即、這个祈祷上帝会听，而即个祈祷是完全照上帝的意思。 完全下上帝的心意，啊你！你祈祷讲，我阮囝、阮查囝吼，赶紧到好好来跟队里，因的一生的交托在的手中。你望因的人生是奉献互上帝来使用，上帝一定听。啊！啊，你若要祈祷讲，哦，阮囝吼较水咧，阮查囝较水咧。所以讲，毋是祈祷这個，亲爱朋友，你望咱的祈祷是，互人的心会改变，毋是祈祷啥物趁大钱，祈祷即个外在这物件，吼、哦。 我们每一个朋友，咱也真正在祈祷中，哦，咱的心甲上帝的心会通连做伙。后一集请继续收看，多谢。六卡二，十两倍，十两倍，六卡二。 大细声一句奇怪，你看，啊个手机啊，唔知啥，那拢卡未通，无信号啦，嗯，无信号啦。嗯，反正你讲无交钱哦，你啊，达哥，我有交钱无？那也无交钱，我一个月五六千块呢。哎呦，你真会讲。那我懂。我开电信，讲真我朋友多啊，我一摆讲了，拢我半点钱过啊。 我最近看一份资料吼，我甲你讲过，咱遐观众朋友大概顺续听。头一项，暗时内面困吼，嘿，<是>手机唔通放喺门窗边、啊啊。啊，无放喺门窗边，要怎听得到声？啊啊，暗时吼，揿起来。哈？啊，咱这智慧型手机，佮有当上网吼。哦。诶，WiFi 吼，嘿、喔，你爱<是>关起。来，我那么常常来，来来。哦。诶。 有国外学生做一个研究哦，因讲哦，安尼种花有无？爱花怎啊花？囝啊嗯，啊两盆放两个房间，一个有放手机，啊一个无放手机，嗯，啊无放手机哦，啊发啊好势客，啊有放手机哦，迄种哦，哦迷迷毛毛，我们要消要消气啊。啊，所以这手机爱搜寻呢，哦，足严重个哦，哦足严重。 尤其像即卖你安尼咧安尼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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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，搁较严重，因为你咧喂，就是吼，你咧手机伊咧找无嘛，爱找无伊就拼命找，拼命找，诶，手机咧拼命找的时阵吼，伊咧有迄辐射，你知哦？啊，诶，手机安尼。我看过，影响到头脑，影响头脑。安尼即卖要安怎？阿说你若讲偏僻所在吼，你若讲无无无，阿就唔能够讲。 哦，你硬要讲哦，你手机就一直替你找吼，好啦，伊会逐渐问你，啊问题，安尼要安怎解决啊？伊足厉害啦，啊问题要安怎解决啊？啊，你你就较减少挂，所我讲哦，咱来一般来讲吼，嘿，咱哦，机主就好啦。好，你来讲手机诶时间哦，嗯，你不如你来直接对上个机主，嘿，你甲上个机主吼，免钱哦，搁无污染哦，搁也没有你找不到信号哦哦。 啊，搁出来搁有效。啊，我敢讲一个手机啊，你教我讲到会祈祷去，你在是在做杂念的呢。啊，这本来就是这個、这随、個、时要甲甲上帝爱爱祈祷的三句。有啊有啊有啊我要跟我的上帝讲话啊！好好、啊啊啊，我要跟上帝讲话。啊 <ills> <laughs>、哦，你跟上帝讲话吼。喂，哈尼，结果越南朋友就是越南的上帝哦。